迎光临，小魏先生，请随我进来，约翰在客厅等你。小雷先生，欢迎您的到来。感谢。小雷先生喜欢喝茶。带小雷先生去喝茶吧，佩佩。好的，了解。请。这是你理的吗？路上辛苦了，尊敬的小黑先生，快随我进来，约翰和小黑在客厅等您。不，我喜欢喝红酒。好的，了解。约翰先生，小黑先生，小黑先生来了。我们起来唱。小黑先生好。这是小黑先生，他喜欢喝红酒。哎呀，小黑先生，不如坐吧。小黑先生，快随我来沙发休息一下吧。